不用打火机了，我们假装那个手机打火机。有手机的打火机吗？你有那个蜡烛那种样子？蜡烛特效。是要蜡烛特效。那你可以把它打火机，我一直闪。你有打火机很烂。好，我决定再跟他问一下。应该出去问有没有抽烟的机会是要打火机。他不是一直拿着麦就问柜台，然后柜台就跟他讲没有，然后他就跟你讲没有。他就是跟着那个人去柜台。隔壁阿伯感觉有在抽烟。哎、欸，你们都没有在抽烟吗？我在抽。好的，那我点一下蜡烛，所以怎么样吗？还是我直接说我蜡烛借你们去帮我点？哎、欸，这蜡烛都不好，我今天用闪光灯的光亮。哦，最好是这人都没抽烟的，我不相信。不敢相信。不敢相信，我难得来到一个地方是没有打火机、没有人抽烟的地方。这不是健康的人。好健康。抽吗？没有啦，我只有烧香的。烧香是什么？我跟他讲话，吃不出来，我完全吃不出来。笑死！我只有灯啊，我只有手电筒。好，随便。好像气死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好，快点，要录吗？好，要录吗？我录，要录的话，我手机就闷了。你可以边录边打。然后我叫你吹。不然我，没有，不然我来弄那个。你有蜡烛吗？没有，没有。哎、欸、好像有点录啊，算了，我的好处我到你说。对，那什么意思？那我们录啊，不然我们就假装一下就好。对啊 ，OK 啦 ，OK。美女，我们第一场再看呢，还有20分钟哦。OK， 没迟到的要去多喝一点。好，冰淇淋那边旁边都有哈。OK， 谢谢。好 ，Ready， 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结束。为什么？算了。哎，为什么要掉了？再一次，再一次。这蜡烛太重。你等下可以把重量比。我可以把巧克力蛋糕吃掉吗？可以。好，来再一次。好，再尝一次。预备，备，唱好。Happy birthday to you。再一次。唱英文版的。好。好，预备，起。Happy birthday to you。Happy birthday to you。谢谢。你不要这么的，你不要这么的没有表情。可以吹蜡烛。我有什么表情？你要假装吹蜡烛，然后他会自动控制。那你帮他，你帮他，他脸抽了。假装来许个愿。哎，你可以拿着这蛋糕面。我帮他拿着，插着。好棒。哎，小心啊，那个巧克力。干这是太可爱了，真的有蜡烛的光哎，真的有。快一点！许什么愿啊？你要许什么愿？那是三个愿望啊。大家都快快找到工作，开开心心。可以。好，就这样啊。好烂，要吹啊！然后第三个愿望在心里。不是，你要等他再一次，你要再一次，再一次，等一下，我等一下，就把它放在后面吧。NG 再次 ，NG 卡，等下了，我的手打结了。什么歌？好了，太烂了。OK 吗？再次哦，好美，好美。怎么样？你要吹，来，等一下。我怎么会这样？等一下，怎样？怎么了？我手抖，怎么了？我再给你一次机会。好，再给。为什么为难你？等下，哎，你那蜡烛，你要拿到你自己拿的蜡烛。我自己拿蜡烛。你自己拿蜡烛。你要这样子啊？对。好，然后关哦。好的，一二三。触控不良，接触不良，妈，你傻眼，笑死！你要不要带一支灯？对啊，你真的太烂了，我真的是没。是防风蜡烛，防风蜡烛。他
你口气长一点，怎么管你先？你要再记，他刚以前已经防风蜡烛了，他那个吹已经吹很久了。就我说你真的太烂了，再一次就可以做一次机会。快点，我要投入。我吹太多蜡烛。你要拿着，然后这样子比较好，因为省钱，这样就不会坏歌坏。蜡烛，蜡烛，你按好，好，我知道。我要那个灯啊，那个灯那个。好来来，好，等一下。白痴，白痴，快点，等一下，点火是不是？点火，好，等一下，我录了，好。你不要笑，好，可追。哎，没有，为什么？哎，等一下，我发现你到底是不是在耍花？好的。我真的很认真，我真的很我们可以演练一次完美的吗？可以不是完美的嗎？我知道我这样真的是很难控。对啊，你看，还要耍你，还耍你。我再给你做一次机会，拜托你来一个完整版的。我的，他刚刚吹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好笑，然后我手在那边。好，赶快，我们要一个完整版的。要多完整？要多完整？好，对，好，等一下，好。好，再次。Hello。有吗？哦，有耶！耶！赞赞赞！可以不要为难苏老师。我这个人才难收拢，就是。